大姑父茶自己会泡，那热水瓶那么重，你抓不住，万一再烫了就……姐夫，姐，别怕让他做家务，我们俊杰能干着呢。再说了，这小男子汉从小就要接受锻炼，是不是？就是，可厉害，我啥都会。大姑的苹果，大姑父的茶，全都包在我身上。妈，你还有啥让我都交给我吧。没了，没了，没了。哎，海燕啊。 你把我这俊杰宝宝教得可真好，这些年啊，你真是不容易。你说红星厂效益不好，搞分流，你这从无到有又办了咱日出厂，厂里家里的，我们可全靠你了。姐，你别这么说，那当初要不是你和姐夫支持我，我一个人哪能办得了啊？哎，你是我弟媳妇啊，我和你姐夫不支持你，支持谁呀？嗯，妈妈就是厉害，大姑也厉害。 哎呦，看看，会说话吧？会说会说，真好，这孩子。啊，王叔叔，海燕姐，姐，哎，来了。春荣，海燕姐，世新公司说有一批面料可以供应给咱们厂，啊？他们孙总啊约你明天先一起吃顿饭。太好了，我正为面料发愁呢。行，那明天去一趟。 行，哎，来坐，快坐。海燕，啊，春龙他是不是对你有意思啊？哎呦，姐，可别瞎说，这哪跟哪儿啊？不可能。他呀，就是没跟你说开。我看那小子，看你的眼神不对劲儿。哎呦，你说他也老大不小了，他不找对象也不结婚。 把桃婶给急的，他要干啥呀？哎呦，姐，那人家没找到合适的呀。哎呀，我怎么越想越觉得他对你有意思？不对，哎，当初吧，你辞职出来办工厂，他二话没说也跟着你就辞职了。当时吧，我们没看出来，现在想想，他已经是保卫科的小头头了。 要不是为了你，他能辞职。这事儿春龙跟我说过，他说呀，战狼生前告诉他，说做任何事情要有自己的是非判断，他是自己想好了，想放弃大锅饭出来闯闯，这才到的我们日出厂。姐，你和我姐夫不是二话没说就辞了职来支持我呀？哎呀，那不一样啊。 我们是谁呀？但他春龙，你想想，他怎么会做这种决定呢？再说了，我是厂里的老职工，厂里搞分流，我不带头谁带头？哎呀，姐，你说这些年咱们的厂有这样的起色，从一开始什么都不知道，两眼一摸黑，到现在有门有道的经营着，真的，多亏了你和我姐夫了。 哎呀，没有，那不是应该的。哎，怎么又说上工作了？这不是在说春龙的事儿吗？哎呦，姐，你就别拿春龙说事儿了，他是春梅的弟弟，我也把他当自己的弟弟。从小我挺喜欢这孩子的，所以我一直很信任他，自然就多了一份亲近。您这么一提，那以后我注意和他的距离就是了。别呀，海燕。 我知道，你对湛良是一片真心，这些年姐都看在眼里。但是，湛良都走了那么多年了，小俊杰也都长大了。如果遇着合适的人，你可以考虑的。哎，你要是觉得春龙这孩子不错，我找个机会把这事儿就给说开了。 哎呀，姐，千万别！我和春龙八竿子打不到一块儿。姐，这辈子我真的不会再结婚了，你就别再劝我了。所以产地也不是很多。另外一个呢，就是意大利队现在1-0领先，所以他这个总是要稳一点，能够控制一下球。19号，加尔代理。好球啊，这！好球！哎，俊杰，听天小姑娘去公园玩。 春龙叔带着你划船去，咱再叫上你妈，啊。
办公室说：“你是不是喜欢我妈呀？”小孩，你别瞎说啊！你知道啥呀？上官叔叔，啥都知道。我是冯善良的儿子，我可聪明。你每次叫我出去玩，都会叫上我妈。我妈说她没空，你就改时间。你肯定是喜欢她。不过呀，你没戏。啥叫没戏啊？你给我说说，怎么没戏？那个，看见没有？马拉多纳，阿根廷队那个。我知道。我打个比方，我就是我们学校的足球教练，我手下有马拉多纳，这个时候呢用来一个冯俊杰，你说那冯俊杰能比得上马拉多？啥意思？我咋没听明白呢？我跟马拉多纳有什么关系啊？马拉多纳是最棒的。你看。我大姑父的妹妹，我爸爸呢就是马拉多纳，在我妈妈心里，这世界上肯定没人比得过我爸，他是最棒的、最了不起的人。哎，所以啊，谁都没戏，他是不会喜欢别人。好球！等落实了这批面料，我们加班加点也要把这批童装的订单赶出来，这样厂里的资金就周转开了，上个季度的奖金也能补给大家了。好，生意上的事情我听你的，我呀就主抓生产。这么多年，铁军就一点消息都没有吗？没有。真是的，这小子一次也不回来，是不是把我们都忘了？只要各自安好，就比什么都好啊。我们走了，张花姐。好，慢点啊！好，姐，我送你们走。哎，不用了。那个，也不顺路啊。挺顺路啊。成功叔叔，放心吧，我妈有我呢，我保护她。俊杰，你是最棒的啊！那行，那我明天我去那个接你跟孙总吃饭。我想了一下，要不明天你去忙别的吧，反正就是应酬。我自己去就行了。你一个人去啊？那不行啊！那个孙总他酒量特别好，我怕他劝你酒，我还得替你挡酒呢。我。哦，这样啊。啊。哎，海燕，明天的这顿饭，那就让我和春龙一起去呗。不就是喝酒吗？那可是你姐的强项，你放心吧，这客户啊，我一定替你拿下。行，那也行。姐，那你悠着点啊，春龙，别让姐喝太多了。咱们也不能全由着这个孙总，不由着，喝晕了。那明天我去车间盯着，产品质量不能出任何问题。袁院长，您来了。哎，不是说您今天是见客户是吗？我安排好了，四爸，这批产品的质量一定要盯紧了啊。放心吧，林厂长，咱都是红星厂出来的，都是真正的老工人了。不管生产啥，这个生产标准、产品质量那都没问题。对，咱们都是红星厂的老人了，任何厂子都一样，都是拿产品质量说话。咱们呀，就按冯大主任的话，时时刻刻要求自己就对了，拿产品说话，拿质量说话。对。必须的，保证完成任务。那我先忙去啊。
姐，哎，没事啊，姐，没事。我跟你说啊，怎么样？那孙总被我一下就给喝趴下了。哎，小屁孩跟我斗，他还嫩了点儿。嫩，他喝晕他我。但是姐，咱怎么当场就把合约给签了？海燕还不知道呢。哎，我告诉你。这叫先下手为强，真是得趁这小毛孩喝大了的时候，我跟他压价儿啊，两瓶酒，咱就把这批货给便宜了3万块钱，春龙3万啊！哎呀，你可不知道，咱们林厂长。多不容易办这个厂子，咱得处处为他着想，能省就省，能多挣钱就多挣钱。两瓶酒，咱就省了3万块钱。我就算是喝死，咱也值了。哇！姐，哎，你没事，我要不这个我送你回家吧。啊，不行，不能回家，咱啊得回厂里，这工作上的事儿不能马虎，不管在啥厂，不管在哪儿，咱必须拿产量说话，拿质量说话，记住了啊！记住了，对。走，回厂。要不先回家歇会儿？不，回家。哎，今天还得鸿运当头。赢啊！嘿，冯生啊，哎，把那碗红枣给奶奶拿来。啊，奶奶，哎，今天要磨红枣啊？怎么过两天就换个花样了？你懂什么呀？这你彭大妈告诉我的，说磨红枣运气好。我这要出去打牌了，我能不磨吗？磨红枣运气好，磨红枣运气好，磨红枣运气好。哎呦！别动我饭盒，别动，快拿过来！你一动我饭盒，我这个肾都……奶奶，你这事儿得说我多少次啊？是我小时候不小心拿你饭盒了，里面钱不小心给你弄丢了，这都骂我10来年了，怎么还没骂够呢？你还解了？跟我好好说话啊，态度好点儿。那老话说得好，一朝被蛇咬，百年好不了。你有个思想准备吧，啊，我得数你一辈子。不是奶奶，这样吧，我到底是欠您多少钱？您现在告诉我行不行？我这不长大了吗？我高中一毕业就去打工去，赚来的钱一分不差全还给您，行不行？打什么梦打工？你给我好好上学读书去。林海燕现在是大老板了，可有钱了。她能供你上大学。啊，他都答应我了。奶奶，咱们不能再这么让林阿姨养活咱们了。你就说这么些年，她又照顾我，又照顾您，还给胜利去治病，还给他联系阳光之家，该做的不该做的人家都做了。不是奶奶，咱姓陈的是不是欠人太多了呀？欠什么欠？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啊。她是你后妈，她是我儿媳妇。做这些事儿都是应该应分的，不谈不上钱啊。奶奶，林阿姨有些事儿她从来没跟我说过，但是我长大了，我心里明白，她之所以能嫁给我爸，肯定是我爸使了什么见不得人的手段。你说这些事儿您是真不知道还是装不知道呀？上哪儿去？去同学家蹭课。这倒霉孩子，脾气可真臭。要我，你说说看，当年你和林海燕那档子事儿，我是真不知道啊，还是装不知道？我也管不了那么许多了。哎呀，人生在世啊，
就得打好手里的牌。你甭管大牌小牌，能打赢的都是好牌呀。哎，哎，你好，请问林海燕是住这儿吗？你找海燕啊？哎，你谁呀？哥，海燕，强哥，是你回来了。海燕，你真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哎呦天哪，像做梦似的。吓死我了。快快快，哎，是这儿。啊，我哥啊，我哥啊，我听着你喊他了，来进来吧。嗯，海燕，问你个事儿啊，你哥这突然袭击就从四川回来了，往后他住哪儿？不会住在我们家不走吧？虽说我们家有间房，这一个大男人住在家里太不方便了。您放心吧，我哥不住这儿，他落实工作了，本来就是医生，现在调到咱们市医院了。我哥说他住宿舍。哦，你哥是医生啊？嗯。哎呦，医生好，这个职业好。他是内科的还是外科的？他在门诊呢还是在病房？哎呦，他这不是刚回来吗？具体很多事情都还没有聊呢，我先给他做口吃的吧，以后有的是时间聊。哎哎，你做点好的啊。嗯，再磕个鸡蛋。人大老远回来的，你别抠抠松松的，你放点肉丝儿啊。嗯。海宁啊，嗯，你看大妈这个心电图咋样？嗯，心电图正常的呀。哦，那你再看这个，是不是血脂有点高啊？嗯，我看看啊，血脂也还好。嗯，哎，但是陈大妈，您看啊，您这个血压啊，得控制控制了。你说对了，我就是血压高，我这血压呀，就跟麻将桌较上劲了。哎呀，是咋整的？你带血压计没？来，给陈大妈。哎，陈大妈，您先等会儿，那血压计我没随身带着呀。哦，那没事儿，快快快，吃热吃碗面。哎，没事啊，孩子，回头你上班的时候，你从医院拿一台放家里啊，一早一晚呢，给大妈量量方便。不，陈大妈，您什么意思？这一早一晚，我哥住这儿啊？啊，您不是说不方便吗？方便。我想了想，挺方便的，有个私人保健医生住在家里，我简直太方便了。来来，吃面。真的吗？我过来。还行吗？行。哥，这些都是新的啊，床单、被罩、毛巾都有了。你那宿舍肯定什么都没有，回头我去看看，到时候缺什么我给你补什么啊。哎呀，不用了，哟，大部分时间都在医院呢，今儿晚上回去睡个觉，一个人住用不着那么多东西。那一个人也不能凑合呀，你别管了，到时候该买什么我来安排就行了。哎，行了行了行了，哎，先别忙了。哎呀，哥，对不起你啊。你说什么呢？这些年你遇到那么多事儿，哥也没在你身边，也没能帮上你的忙。每当我听到别人说长兄如父这四个字啊，我就愧得慌，我这个当哥的实在是不称职。哥，你别这么说，以前的事儿都过去了，你看我现在不是挺好的吗？而且你一回来我就更好了，有我哥在我身边我就更安心了，对吧？是。哥，
哥。怎么了，妈？哥。哎呀，真是。就是高兴，想多叫几声。哎，你还记得你小时候，口齿不清，总是把那个哥啊叫成的，老是跟着我屁股后边的的的叫个不停。哎呀，一转眼的功夫，屁股后边那小不点儿啊，成了林大厂长。哎呀，哥真为你骄傲。我也为你骄傲。我的德德现在成了最厉害的林大医生。哥。哥。德德。哎，讨厌。好了是吧？谢谢啊。多少钱啊？你干嘛呀？你摸我干什么？吃我豆腐你？谁摸你了？我那是看你身上有灰，帮你拍灰呢。你也不看看自己长什么样，我要吃你这块老豆腐，胃口都倒了。赶紧的剪头发。老娘不剪了。哎，老豆腐咋还跑了？你谁呀你？我们先喝一个吧，喝一个，来来，欢迎回来啊！干杯，干杯，干杯，来年，姐姐，姐姐，嗯，好酒啊，你能喝多喝点，你俩多喝点啊，海燕，哎，这陈大妈几十年如一日，没有她占不着的便宜和好处，海宁，你可想好了？哎，我不会住陈家的。我们医院的单身宿舍就挺好的，离着医院又近，特别方便。今天下午海燕已经帮我都收拾好了。舅舅，你住在单身宿舍呀？啊，你单身啊？对啊。那就是说你还没结婚，你什么时候给我带个舅妈呀？嘿，这小燕儿，我说咱小俊杰聪明吧？你说多聪明啊？哎，你这么点小人咋这么机灵？跟你爸呀一模一样。这孩子就是聪明，跟占良小时候一样。俊杰，你第一次跟你舅舅见面，你就给你舅舅下任务单了。不过正好，大姑呢，也正好要问呢。海宁啊，你的外甥都这么大了，你咋还单着呢？啊？啊，这个，这个。哥，你别怪他们，都是我不好。我天天在念叨，什么时候我有个嫂子就好了。燕子，你看我刚回家，我这个人问题能不能先放一放？啊，能不能让我先尝一尝我长顺哥做的家常菜？
解解馋，过过瘾，好好的回个神。对对对，吃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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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宁，以后你要常来你姐家，姐夫的家常菜管够。来来来来，走一个。来来来，干杯！干杯！海燕，你哥的个人问题，我想到了一个人，合适，太合适了。小陶老师，你觉得怎么样？春梅啊啊，你说春梅这丫头吧，这些年除了念书拿文凭，她把自个儿的事儿全耽误了。是啊，春梅这些年就这么一直单着。哎，你想想他俩，一个是医生，一个是老师，多般配啊。回头这事儿啊，我张罗张罗，我明天就去找春梅。行，姐，嗯，那我哥的事儿就交给你了，放心吧。哎，听说咱们院长可器重林医生了，说是要送他去北京进修呢。去北京啊？这么厉害，那他回来至少能当咱副院长了吧？说不定比副院长还有前途呢。这个林医生还真不错啊，又有本事，人长得还不赖。哟，你不会是看上人家林医生了吧？听说他现在还单身呢。去去，别乱说。嘘，林医生来了。林医生。哎。是你啊？怎么是你啊？你来看病啊？我有点小感冒，配点药。您是这儿的医生啊？啊，对啊。在哪个科室啊？外科。啊。不好意思啊，我这还有事儿呢，再见啊。啊，再见。林医生好。哎，你好。原来你就是未来的院长。俊杰，大姑，俊杰宝宝，哎，怎么你一个人在家呀？胜利哥哥白天玩累了，睡觉去了。你陈奶奶和丰收姐姐呢？丰收姐姐去同学家问客，陈奶奶嘛，吃完饭就去东西南北碰。小样，哎，你妈妈呀，最近加班辛苦，这不，大姑啊，送你一套连环画，怎么样？前几天啊，大姑因为迟到耽误了工作，大姑就算是赔罪了，再送你一个，足球，那。大姑，哎，为什么妈妈工作辛苦，您犯错却要送我东西呢？大姑，这不是在慰问你妈妈吗？妈妈下班之后可以跟你一起看连环画啊，大姑，答应你妈妈了。不能太宠你，但这连环画大姑是慰问你妈妈，所以就不算宠你了，对不对？大姑，您就是宠我。我知道妈妈怕您把我宠坏了，对吧？放心吧，大姑，我是不会被宠坏的。我可好，我是谁呀？我可是冯占良的儿子。哎呦，真乖，俊杰宝宝，你怎么这么好啊？大姑就宠你，而是独宠你一个。你是我们老冯家的小苗苗，你说我不宠你，我宠谁呀？是不是？大姑，您坐。哎，好。哎呀，大姑，哎，您瞧，这是我画的画。天哪，太像了，真像！你怎么画的这么好？你都没怎么学过啊？我还能画得更好呢。哎，也就奇怪了啊，你爸爸小时候啥都好，就是写字画画不行。你爸写的那个字儿啊，就像那个螃蟹爬，画的画啊，方不成方，圆不成圆的，别提多丑了。亏这点我不像我爸爸。对呀，幸亏这点你没继承他。哎呀，宝宝，你就是个小天才。画得真好。
前面还有孙悟空。真的，我看看呀，真好，这孙悟空画的太像了。下面还没画完。嗯，这应该再有一个水帘洞。俊杰宝宝，你可真是我们老冯家的天才啊。小童，你的画工是越来越好了。上次你送我的那幅《秦岭秋玉图》，我挂在了客厅。我那几个香港的朋友见了，还以为我是在哪儿竞拍的名画。还有你临的那幅《前赤壁赋》，几个懂行的朋友都赞不绝口，说大有赵孟俯原帖的气韵，都向我陶呢。董事长，您这真是太折煞我了。您说您怎么把我送给您的画给挂起来了？这，哎呀，我这真是太惭愧了。哎，好东西就要大家欣赏嘛。我常常想啊，我们森龙集团工厂一家一家的开，的确是因为有了一位优秀的职业经理人在打理。但森龙是不是无意间埋没了一个大艺术家呀？董事长，您可千万别这么说啊！我可真的不是什么大艺术家，我就是喜欢画画，我顶多就是个业余爱好者。哎，不管是业余还是专业，能打动人心的艺术，那就了不起。小童啊，这都是我的肺腑之言，你就是一个优秀的人才。我常常在国外，平时也是在香港住，这公司的事儿，工厂的事儿，你都替我打理得井井有条，不容易，真不容易啊。董事长，是这样啊，能到咱们森龙集团呢工作，这是我的荣幸。我从一个门外汉干到现在今天这个样子，这完全是因为您，是您对我的知遇之恩，是您对我的信任，才让我有机会大展拳脚。我真的感谢您。呀，行了，咱们别站着说了，这茶都快凉了，早就给您泡好了。来来来，您请坐，董事长。坐。来，您喝茶。当初我看见你啊，你这个年轻人跟一般人就不一样，你自律、自强，有眼光，有抱负。我是个爱偷懒的人，什么都想不管。这些年看看我们森龙发展的这么好，多亏有你。董事长，这些呢还真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是因为咱们特区的政策好，而且政府在各方面呀都大力的支持，这工人的干劲儿就高啊，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我们现在啊，就相当于是踩上了时代的风火轮，一路往前冲。深圳就是干事业的好地方啊！没错。哎，董事长，怎么了？你有什么吩咐啊？我这次去欧洲看女儿，怎么劝？他都不愿意回我们森龙。你说明明家里有企业，他偏要一个人在那儿发展自己的事业。哎，董事长，这个问题啊，我觉得您也别太操心了。肖小姐呢这么年轻，我觉得首先她不靠家里，她自己闯，这就很了不起了，很令人钦佩。你不了解，我这个女儿，她是我这一辈子的痛。她的身体，如果要我用全部的身家再搭上我这条命去交换，我都毫不犹豫。可是没有如果呀，小童。我老了，人老了就总担心自己的孩子。这些年我很幸运，有你这个年轻人陪在我身边，
你说，如果有一天我不在了，你能帮我照顾我这唯一的女儿吗？董事长，您可千万别这么说啊！照顾您家人的事儿，我佟铁军义不容辞。我过去单位啊，有位周老师，他跟您年纪差不多，他原来就跟我说过，他说我呀，别看我这年龄，但是呢，我永远就是这中午12点钟的太阳。我觉得您也是。太阳，我是夕阳无限好啊。小童啊，我女儿就要回来考察国内市场了，到时候我介绍你们认识，你呀深圳熟悉，带她各处转转。行，您放心吧，没问题。晚上咱们这儿啊，都包客气啊。哎呀，来深圳遇到你们三个哈怂，哎呀，我真是太高兴了。没为张师傅的话说呢，这你们一个个都是黄袍加身，混大发了啊，都成金凤凰了啊。来干一个，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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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啊！俺们也很高兴，谁能想到嘛，还能碰见老领导李主任？可不是李主任嘞，是李总，你得叫李总嘞。哎呦，李总！哎呦，我听说啊，从改制到现在，咱们红星机械公司就属三分厂这一块干的红领，那说明李主任，啊，李总带着大家伙那干得好啊，所以我提议啊，来，强子，小朱，咱们一块儿再敬一下李总。好吧，应该应该的。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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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随意随意随意啊，随意随意。小心啊！哎呀，哎，是他。哎呀，大家伙儿相信我，我就得放开手脚，带着大家伙儿往好日子奔吧，是吧？就是的。哎，你说，谁能想到，就当初咱我秦崖口，尿不拉屎的地方，现在跟外商合作了啊？可不是嘛。跟你们说啊，我这回为了新设备的谈判，专门给北京的周老师打了电话，是他跟我说，你在深圳呢，而且一直和外商合作，合作的还很好。他给我建议啊，说这回新设备谈判要让你当参谋，我明天就去见外商，你有没有时间跟我一块儿去？我妈的，那必须有时间嘛。三分厂那就是我的娘家，为娘家做事儿，我能没时间吗？肯定得有时间。太好了，李主任，你这样，你那相关的资料现在带着没有？你拿过来，你给我看看。哎呦呦呦，来来来，来来，在这儿，这是新设备的资料，还有报价。哎呦，我的娘哎，这全是外文啊！哎。原来学的我啥英格了，是算是派上用场了啊！来，为咱这金凤凰干一杯！哎呀，可别这么说，谁是金凤凰啊？这样吧，咱们呀还是为了李总，咱们为李总这一次能谈判成功，咱们三分厂能更上一层楼，为这个咱们干一杯，好不好？就一个字，干！哎，对，干！陈总啊，不好意思啊，这么晚打扰了。有一个问题啊，我想请教一下。对对对对对，我正在看，啊，我已经收到了，太感谢了啊，非常感谢。Yes yes yes, I see I see, thank you very much. Hi Jack.Tell him what we mean. Okay. 李先生，
丹尼先生说 ，CKD 公司 T30 设备是世界上最先进的设备，质量好，价格也公道。可您的这位同事童先生竟然对我们的产品提出质疑，这完全就是污蔑，是对 CKD 的不尊重，请马上收回这个质疑。啥？污蔑？胡然编罐子？我跟你们说，我撒泡尿你当漂洋过海。这是俺们厂的技术顾问，对这个设备的所有产品俺们都了解。你们不要忘了，俺们是甲方，你们是乙方，咋分不清大小王了？各位，经过大量数据的对比啊，贵公司提供这个型号的压模设备能耗巨大，就是个电老虎。而目前在市场上的同类设备，它的电损耗已经下降至少是31%。只要开机生产，那么我们的生产成本就会比别人高出一大截。这也就是说啊，我们还没起跑就会输在起跑线上。我们红星公司生产出来的产品在市场上也就不会有任何的市场竞争力了。都是最正确的选择。